Hello， 我是玻璃哥。My name is 玻璃。切一点门，立配合一米哒。今天我们要去老人院表演。噔噔噔噔。Student 多啊。第一圈。
给了他们都给你呗，就买咯。这个很有感触，来老人院很有感触。哈哈哈！以后要送我来，要送我来吗？要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国宝银，阮的生命不值钱。去老人院表演完了，想，你想要以后你想要带我去老人院吗？李宇轩，想带去老人院啊？为什么你想要把我带去老人院呢？那我没有空，因为你没有空啊。这叫很深沉的一个教导，我已经看到我以后的路了。是没有时间照顾，才要送老人去老人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我有空的话，你有空的话，我就把你放在家。你就把我放在家里。你不得空的话呢？我就把你送去什么庙？婆婆家。去婆婆家。啊，你看，妈咪有送婆婆去老人院吗？没有啊，啊，没有啊。所以你要送我去老人院呢？如果我长大，你还是可以带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去老人院喽。我们一起去老人院啊，去老人院表演。啊啊，不是送我去老人院住，你要送我去老人院表演，送我去老人院住。送你去老人院。去老人院表演啊，不是去老人院住。没有，太搞笑了。如果我把我自己的爸爸放在老人院的话，这样不是没有爸爸。是，我有道理。不要紧，你可以把你妈妈一起生进去。对，这个讲的有道理。你看没有？这个管哦，这个管哦，这个管哦，这个管哦。送一个不够，要送两个，这个卡老啊，这个买一送一嘛，不送可惜。你要记住这种一点教育性都没有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个。所以我们可以的话，有能力，我们就不要送他们，我们要自己照顾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照顾公公婆婆、爷爷奶奶，好不好？好。Yes。加油。加油。今天的 content 到这里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那个不要管啊，那个坏了奶的那个。Joker 是坏人来的，懂吗？在 Batman 里面是坏人来的，不可以听 Joker 讲话的。现实也是坏人。OK， 啊，事实也是坏人，这个是坏人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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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OK， 讲拜拜。拜拜。